慕容杰，我早说过，总有一天会亲自气拿你。啊！师出无名，奉劝还是知难而退。替天行道之举，得来无名之术。方才你昏倒，就把你先带回歌安寺了。啊？歌安寺？这位是歌安寺的住持慕容杰。你们该不会是江湖传闻中可以解决各种困难的寺庙吧？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这么有名呢。先父的遗物都被人盗走了，拜托你们帮我找回来好吗？会是三议会吗？你可知你手持何物？你大爷的，你怎么反正我是贼了？胆敢来此地撒野，胆子不小。他不来。距离刚好，从来没有人能越过我的刀围。你可以等等。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タヤです。是东夷人。别担心，吃下这个就能和他交谈了。喂，杰哥不要，杰哥不要！以大圣之名，化世人的业，渡自己的劫。百年更迭见青史，李母方圆法如风。